咁大啊！去到咧今日咧，另外一站就係、是以色列嘅重彈北部嘅，去到就係而家我腳踏之處嘅南部別士巴。唔知系咪去参观啲民世之井咧？一起去睇下先。别士巴位于以色列南部，佢亦都系以色列最南部仍有水嘅地方。冬天有雨，所以有草地；夏天十分干旱。旧约时代的四角祭坛和引水道都在这里找到。我现在上山，别士巴有盟约之井的意思。当日阿伯拉罕和阿比米勒就在这里争夺这个井而立约。阿伯拉罕和以撒曾经在别士巴居住，而雅各在晚年的时候前往埃及见约瑟的途中，亦都曾经在别士巴向神献祭。别士巴一直到南国灭亡才被摧毁，而大概在公元550年被大火焚烧。我们可以登上瞭望台参观整个别士巴的位置，包括广场、房屋、储水池、粮仓等地方。旧约时代引水道都在这里找到，当时的人因为有了地下水源，就不用出城打水了。这个引水道大概在公元前2700年由希西家王建造，但是现在已经干旱了。
噶。能够用人手喎，冇而家钻探机啊，嗰啲即系大天秤啊去帮手喎。同埋我嗰个年代嘅人咧，真系好捱得啊。仲有啊，珍惜溪水。水务处广告。
好，参观完，我哋又去下一个景点啦。系乜？边个？唔知啊，导游未讲。我哋到咗別士巴酒店，睇下幾高。到達咗今晚住宿嘅別士巴酒店大堂，我哋見到一對啱啱結婚嘅新人，睇見佢哋充滿喜悦嘅笑容，我哋都戥佢好開心啊！坐先，哇！你整咩？三四九呢度，吓唔系啊？呢度啊，黑麻麻嘅喎。诶，呢个总寨，呢个灯寨，唔系啊，呢个中间嚟嘅，乜乜色，系高啲咧。都 OK 啊！诶，个厕所喺度，厕所呢度啊，大浴室，呢啲洗头水、沐浴露都齐嘅。风筒好过琴日嗰度，琴日个似吸尘机多过风筒，呢个就真系似样嘅风筒啦。呢个可能好啲咯，咁咯。哦，夹埋。系咧。咁我哋几时去咧？我哋呢度系好似第一次条命点俾我哋住。又開餐啦！今日咧，我哋系喺別士巴食晚餐，試下先。雖然都係類似嗰啲嘢，但係都好味嘅。環境咧，都係似青年旅社嗰啲 feel 啊！但係 OK 啊，即係證明我哋咧都好年輕啊！早晨，呢度別士巴嘅早晨啊！睇下出面環境先。哇！